再次给我们阿超掌声鼓励。谢谢。可是因为只有自拍，所以没有办法。下次这样可以 cue 我上来。哎，阿超，我要问你，
下，你说你学琴学多久？我去年三月学，到现在两学期，还不到一年。哇塞，那你这样算弹得很好哎、欸！真的，因为谢欣本身算钢琴老师。我是音乐系的，所以我在下面看啊，大部分这个时候学琴的还在单手而已哎。对。你可以双手还背谱自弹自唱，还用投影机，还自己剪那个 PowerPoint， 还自己摄影，有没有？你可以在此证明，他一个人完成这些事情，你根本没有朋友。